第二届海峡两岸青年禅文化体验营活动，营队于昨日来到南投县参访。为期三天的体验营活动，不仅促进两岸之间青年朋友的交流，也借由身体的力行亲近大自然，体悟生活的禅学。主办单位包括南投县童军会，鼓励青年朋友多参与户外活动，让自己能够健康成长，学习到更多人生的知识。